大家好，我是 Mary， 今天和朋友们来分享这款镂空的小花片。我们看这个花型，简洁，略微的立体感，叶片式的镂空，还带有波浪形。我们可以用来织开衫、围巾，都很漂亮。好，下面我们就看一下图解。花片呢是15针10行为一组花，花片比较大，针法也不是很多，那么有上针、下针、加针，还有3针并1针。排花呢，我们要排15的倍数，加上2针，每边各加1针。下面我们来起针，我起了17针，一组花型。第一行编针不织，1针下针，加针，1针下针，然后2针上针，1针下针，1针上针，然后3针并1针，中间这个针套在上面，中上3并1，然后1针上针，1针下针，2针上针，然后1针下针，加针，1针下针。好，编针，翻转织物，第二行编针不织，3针上针，2针下针，然后1针上针，1针下针，1针上针，1针下针，1针上针，我们2针下针，3针上针。这是反面这一行的织法。好，翻转织物，第三行编针，2针下针，加针，1针下针，2针上针，1针下针，然后中上3针并1针，1针下针，2针上针，1针下针，加针，2针下针，编针。好，翻转织物，第四行编针不织，4针上针，2、3、4，2针下针，然后3针上针，2、3，2针下针，4针上针，2、3、4，编针。好，翻转织物，第五行编针不织，3针下针，加针，1针下针，2针上针，然后中上3并1，2针上针，1针下针，加针，3针下针，编针。好，翻转织物，第六行编针不织，5针上针，2、3、4、5，好，2针下针，然后1针上针，2针下针，5针上针，2、3、4、5，然后编针。好，翻转织物，第七行编针不织，4针下针，2、3、4，加针，1针下针，1针上针，然后中上3并1，1针上针，1针下针，加针，4针下针，然后编针。好，翻转织物，第八行编针不织，6针上针，2、3、4、5、6，1针下针，1针上针，然后1针下针，6针上针，2、3、4、5、6，最后1针编针。好，翻转织物，第九行编针不织，5针下针，3、4、5，然后加针，1针下针，
我们知中上三病一应，一针下针，加针，五针下针，三四五，最后编针。好，翻转织物第十行，反面全部织上针，整个这一行第十行全部是上针。最后一针编针，好，翻转到正面，我们看这个小花型，我们重复一道十行的编织方法，我们就可以织镂空的花片。那么我们今天十五针十行的花片就介绍完了。好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朋友们再见。